容易燃烧，所以魔性最大这个时候是钠、EA 组啊，好，这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再来十九题，钠在空气当中燃烧的产物溶于水中，石蕊试纸去测量会变什么颜色？哎，钠是金属还是非金属？金属。金属氧化物溶于水成碱性，碱性会让石蕊试纸变成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蓝色。刚刚你前面吗？会了吗 ？OK。好，二十。如果想要清除掉燃烧的产物，应该用哪一种方法？老师有没有讲过那个酸可以跟活性大的金属反应？有没有讲过？有。我们讲到你，如果是贝斯跟他猛禽或铁锅链，那么有猛禽或铁锅链前一同猛禽搏击，然后说切之前的人都可以加酸产生氢气，有没有讲过？没记啊。你们讲是贝斯跟猛禽或铁锅链前一同猛禽搏击啊？不会背啊，超弱的。我哪有像你这样打混？你如假设被斯跟他美女某星座铁锅链洗千金铜汞银铂金，我怎么这么铜汞铂金？礼拜一晚上就好。礼拜一晚上？我感觉他弄的还行，要不要？啊？什么礼拜一晚上？我听不太清楚你在讲什么、欸。我怎么感觉礼拜二就是那个有点赶，说来不及。哦，没有啊，因为礼拜二早上我是第一节课啊。哦，我整个礼拜只有那一天是第一节课啊。哦，算了。锂铷钙。锂假设贝斯钙、钠镁铝、锰矽铬、铁钴、镍锌、铅氢、铜汞、银铂金。老师说铅之前的人都可以跟酸产生氢气，有没有讲过？啊？铅也可以啊。好，那现在是不是说今天拿铁？铁汤匙来做实验，那做完了之后怎么样？做完了之后有脏东西，请问你要怎么办？用稀盐酸清洗再刮除，你不是就可以把一层脏脏的都把它洗掉了吗？是还不是？是还不是？是哦，那 BCP 都没办法吗？浸在水中一下下，再用铁锤敲，怪怪的。硫酸铜，硫酸铜是拿来做什么用的？测量什么东西的存在？水。有水硫酸铜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无水硫酸铜？白色。白色。OK， 猪直接煮沸，怪怪的。哦，不是，单只有 A， 因为酸可以跟金属把它反应之后，直接把第一层坏掉的那一层把它侵蚀掉。好了，整张的没问题，十一到二十，十七，加热，加通红，放在空气中，在十七里送分。十七题送分，你有没有送分之后不用罚钱的起立？没有。啊，不行啊！十七题是四之一的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昨天上到哪里？碰撞学说讲了没？讲完了。讲一点。讲到那个什么 NH 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来把你的那个笔记本再拿出来。好乱。要不你的下次那个活动我会推荐哦，先跟你预告一下。来，刚昨天是不是讲到第二个碰撞学说？好。粒子要完成化学反应的话，必须达到四个字。A， 粒子必须要做到什么四个字？好，有效碰撞需要有哪两个因素？足够的能量跟正确的。好，我需要有足够的能量跟正确的位向。所以就讲到这边。对哦，好，这是碰撞学说，你要注意哦。现在这两个东西，接下来我会一直讲到哦，足够的能量跟正确的位向哦。好，我的例子，能量要够，我才会去碰撞。你一杯溶液里面，它的粒子是不断在碰撞的，碰，不会有办法马上就反应好，不可能，必须要第一个要到达足够的能量，第二个要碰到正确的位向，就是碰到正确的位置，它才会反应。这样了解吗？了解哦，好，来第三个，
赶快抄。影响，影响反应快慢的因素，这个超重要的。第三个，你最好是给他画四五六七八颗星星。影响反应快慢的因素。啊？好，不要写简字，要写正体字。影响。对啊，影响啊。是那个影。不然呢？因素。对。哎，超体，你的电脑中毒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发图片给我，你不是扫掉了？你的 Facebook 会疯狂的发一些病毒给别人。哦，扫掉了。我按下去了。对对对。然后你啊，再跟你哥说。还好我的系统没有那么低等。老师，我已经公布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把你公布在社团里面，你应该看得到。什么东西？没事。哎，我已经讲过了。好嘞。影响反应快慢的因素，第一个赶快写，反应物的活性。啊？上个礼拜吧。还好我的电脑是不会中毒的。没有，我电脑也没有官方的软体。好，反应物的活性。哦，请问你哦，钠跟钾谁的活性大？钠。例如假设贝斯钙钠，所以是钾的大。那如果铜跟金子嘞？铜。好，那我就跟你讲，课本有讲到一个例子。好，法老王的面罩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？铜？啊？还是银？还是金？金子，好，法老王的面罩是用金子做的 ，AU， 啊 ，AU 就是金子。为什么他用金子做？因为反应物的活性很小，它就不会去氧化，它要氧化的速度就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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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慢。所以今天你盗墓贼。去那个金字塔里面把法老王挖出来，他的面罩都还是金细细亮亮的，好，他还是亮亮的。现在呢？啊？都被偷光了、啊。对啊，盗墓贼都把它偷光了、啊。好了，这第一个反应物的活性，所以如果活性越大的话，它的反应会越快还是越慢？各位，如果金属的活性很大，它的反应速率会很快还是很慢？快。你还记不记得上学期的钠拿出来丢到水里，或者放在空气，然后自己就烧起来了？对啊，我没有试过。啊，你没有试过？好，改天我把课程进度搞完，我就带那个钠丢给你看。啊？你们在吵啊！然后我这边管这些秩序，我要在检查功课，我哪有时间带你们去？那哪里在家里没有水吧？啊？有办法、啊。矿物油啊，是的，放过去之后它就会烧起来。是的，矿物油里面，它的罐子里面都是油。好，不要讲话。第二个，反应物的温度。反应物它旁边环境的温度，如果温度高。如果温度高，那它的动能就大。粒子的动能就大。那有效碰撞就会增加还是减少？增加。啊，有效碰撞就会增加。那刚才是不是说了，能量只要足够就会有效碰撞，所以如果有效碰撞增加的话，反应速率会快还是慢？快。快，很好。
啊，有效碰撞会增加。那这边的例子有谁呢？第一个，夏天食物容易燥生。啊，夏天的食物容易臭酸，就是昨天的那个泡菜啊。好，所以你就要把它放在哪里才可以降低它的温度，降低它的粒子动能，很好，放在冰箱里面。放在冰箱里，然后再来远洋渔船，渔船它只要捕到鱼，哦，它会有渔船上面会有冷冻柜。对，有。意思就是说放在冰箱，可是它还是会有。放在冰箱还是坏掉。哦。对。它只是减缓。它只是没错，它只是减缓。然后再来加油站都有这个标示，叫做严禁烟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点烟火点下去的话，怎么样？爆炸了。点下去温度就提高了，温度提高，反应速度就提高，就爆炸了呀，整栋都炸掉了。啊，严禁烟火，香烟或者是火苗。哎，问你哦，加油站里面可不可以讲手机？不，不行。不行，你可以讲讲看。不可以讲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讲的时候怎么样？你一讲的时候，他那个手机的讯号，曾经有人手机的讯号跟空气当中很干燥，跟空气当中怎么样起作用，然后产生静电，一个小火苗出来，啪，整座炸掉。我骗你，我不知道是在台湾。啊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没错啊。有线电话？都啊，有线电话不会啊，无线电话。有线电话。好恐怖哦！对，所以在家都不要接电话，都不要，讲跟接都不要。那所以，你去加油站你自己看，会有一张图片写禁止使用手机。啊，好了，这是第一个跟第二个，反应物的活性跟温度。哎、欸，这真的是会考的哦，杨博伟坐好，我每一节课都在点你的坐姿，我觉得很烦。活性跟温度。哦，反应物的活性，反应物周遭的温度，这两个都会跑。杨浩君，你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不乱做。好，再来第三个。第三个反应物的浓度。啊，反应物的浓度，欸，如果浓度越高，杨博伟坐好，你再不坐好，你就站着。反应物的浓度如果越高，那我请问你，碰撞次数会增加还是减少？为什么？浓度越高，是不是粒子数就会增加？啊，粒子数就会增加。粒子数增加的话，碰撞的次数就会怎么样？碰撞次数就会增加。那有效碰撞的呢？我如果碰撞一直增加，一直增加，有效碰撞的几率会提高还是减少？会提高。啊，所以全部都可以用我们的粒子数来解释。那浓度如果增加的话，我就可以让反应速率增加还是减少？啊，有效碰撞增加了，反应速率变快变慢？快，快嘛，那么简单。好，再来，所以给你一个例子，以前我们用过盐酸加上碳酸钙，是不是会产生二氧化碳？好，我今天如果把盐酸如果用浓的，盐酸的浓度如果越大，速率越快还是越慢？啊，快啊，哦，它的浓度如果越大。反应速率越快，好，昨天有讲过了。再来，刚才考的17题，是不是有讲到生锈？请问你在空气当中比较快，还是在纯氧当中会比较快？纯氧当中会比较快，空气当中会比较慢。为什么？因为氧气的浓度比较大，很好，非常好哦。刚刚是谁讲的？氧气浓度比较大。
超级